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现场的同修啊，还有现场的同修，那么今晚上是往生论注的第36次学习。好，前面的35次讲座呢，我们根据天清菩萨对于净土修学五念行门的划分，那么坦乐大师呢做了注解。那么在前面学习过程中，我们看到五念门啊、礼拜门、赞叹门、作愿门、观察门、回向门。礼拜、赞叹、作愿啊，这三门呢，第一首偈颂呢，这是天清菩萨的第一首偈颂啊，已经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啊。世尊，我一心归命，敬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那么特别是在解释赞叹门的时候，这个坦乐大师谈到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他具足遍法界尽虚空无有障碍的光明德相，就是在赞叹佛的功德。那么这些呢，我们在前面都有详细的述说。作愿门呢，我们看最后一句，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功德都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不仅呢天清菩萨、法轮大师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愿法界一切众生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是前三门的内容。那么这整个的往生论啊，或者说往生论注里面谈到的数量上、体量上最多的内容呢，是观察门的内容。那么观察门呢，这里我们看啊，主要是分观察器世间清净和众生世间清净啊这两部分内容。那么观察器世间清净呢，就是观察极乐世界环境的庄严；观察众生世间清净呢，是观察极乐世界佛的庄严功德和菩萨的庄严功德。那其中在偈颂里边，我们看到天清菩萨所做的偈颂，那么谈到观察极乐世界环境的庄严，就是器世间的庄严成就呢，一共谈了17种庄严清净功德。那这17种庄严清净功德，从总相的功德、清净的功德开始啊，从总相与我们三界做比较，我们三界是不清净，然后谈到我们不清净的原因所在，然后再谈到极乐世界它的清净功德对于我们的摄受、对于我们的成就、对于我们佛性的激发，那么对于我们修学上面都有无上至极重要的意义，这是总相的成就。然后谈极乐世界它的体量的广大啊，这是量功德啊。第三个谈性功德，极乐世界为什么它的体性是清净的，那么为什么能够保证每一个得生净土的众生到极乐世界都能成佛啊？所以这个性功德里边谈到极乐世界的四种起性，能够保证我们成佛。那么第四个谈形象啊，极乐世界这一切的形象啊，光明的形象、殊胜不可思议的相状、透明的形象啊。第五个种种事，由形象到构成这一切物质形象内在的材质啊，材料的构成都是清净的，都是发光的，都是放香的。就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一切的材质呢啊，它无非就是木、石、水泥等等啊，坚硬的、不清净的。
那么由形象再产生妙色啊，它放出的自然而然的奇异不可思议的妙色，再到第七个我们触受的功德啊，在接触这一切的清净环境，接触这一切的宝物的时候呢，对于我们修学上依旧有增进啊，我们清净内心的功德，增进我们道业的功德。由触呢，再谈到水的功德、地的功德和虚空的功德，这是第八个。这些一切的事实呢，依旧都是在帮助我们在进道修德。第九个谈雨的功德，雨的功德呢，是谈自然而然从虚空中所施食飘落的各种各样的供养具、各种各样的饮食等等，能够让我们在去他方供佛、去闻法、去啊他方世界去修学的过程中呢，不会空手而去。在他方世界去修学供佛的过程中呢，在因为有雨的功德，对于我们的成就，我们能够福慧双修。啊，第十个谈光明的功德，内在的光明、外在的光明，激发我们内心清净的光明，是一切触光的众生呢，都能够断灭贪嗔痴，能够精进与正道，直至成佛。第十个、第十一个呢，谈妙声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声音啊，能够传遍法界，让一切闻声的众生呢，能够悟道，能够修道，能够开解，能够产生信心，能够精进正道。第十二个谈主的功德，阿弥陀佛主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了，他能够在极乐世界住持正法，让一切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都能够安住于正道，安住于法道，直至成就佛道。第十三个呢，谈劝说的功德啊，劝说就是阿弥陀佛座下的这些清净海众，那他们呢，在阿弥陀佛身边帮助阿弥陀佛呢，能够啊一起啊修学，能够帮助阿弥陀佛呢，能够度化众生，也能够这一切众生呢，都是从阿弥陀佛啊正觉的莲花啊宝莲花里边化身出来啊，所以是这个劝说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第十四个谈受用的功德，这是谈我们一切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都能够以禅三昧为食，以佛法味为食，安住于定境当中啊，这不是世间的饮食，而是是禅食，是禅定食，是法食，那么身心自然而然会在修学上面啊，一直是在精进与正道，一直是在修学上面永不退转。那么第十五个是无住难功德，那身心离开烦恼，不会有任何的障碍，修学上面呢永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啊，这个都是与我们这个世界相对应啊，我们烦恼粗重啊，各种各样障碍很多，修道的障碍很多，很多人修着修着呢，最后呢是中途退转或者是放弃了，那么这些事情呢在极乐世界都不会发生。那么不会发生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呢？都是由于极乐世界整个环境的清净庄严。第十六个功德是大义门功德，大义门功德只要谈的是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都能够成就大乘义趣，都是菩萨根性，最终呢都能够成就像释迦佛、像阿弥陀佛这样究竟圆满的佛啊，而不是二乘的佛啊，或者说是圆觉乘的佛啊。那么所以呢所成就呢都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那么最后一个一切所求满足功德，那这一句呢，其实对于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呢是非常重要。一切所求满足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得生极乐世界以后呢，我们一切的如理如法的愿求呢都能够满足，都能够成就，也就是我们祖师大德常说的
得生净土一法是成就一切法。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我们闻法上面的欲求、修法上面的欲求、智慧上面的欲求，这等等等等出世的清净的解脱的欲求、神通的欲求、辩才的欲求，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极乐世界得到满足，乃至于这圆满成就佛道的欲求都能够成就都能够得到满足。这一共呢是17种依报环境的庄严清净。那么谈完17种依报环境的庄严清净呢，紧接着呢谈极乐世界众生世间的清净庄严。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谭论大师在解释众生世间，也就是在解释佛功德的成就以及菩萨4种功德的成就的时候呢，特别谈到佛和菩萨为什么也用众生来称呼。那这些在述说详细述说正报的庄严，就是阿弥陀佛的8种功德和菩萨这些极乐世界大菩萨的4种功德庄严之前呢，谭论大师呢特别谈到为什么叫众生呢，是从体性上来谈的，从佛性上来谈的，是从众生本具的平等性上面来谈的。从平等性上面、从体性上面、从佛性上面，我们与诸佛无二无别。我们在烦恼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叫凡夫，我们修学把烦恼都扫除了，我们的智慧现前了，功德现前了，定力三昧现前了，这些神通道力现前了，最终呢能够把烦恼呢都能够断除了，这一切的智慧神通解脱辩才都显现了，我们自信的功德显现了，那么我们就叫佛了，就叫大菩萨了。所以呢从谈这个众生呢，只要是谈不生不灭意，就是我们体性上与佛是无二无别，那么以此呢来激发我们，让我们认同我们本具的佛性的功德。那么从天地菩萨的8首偈颂谈佛的8种不可思议的清净功德，那么谈佛的不可思议的清净功德，我们看到是先谈莲花座的功德。这个莲花座这个依旧呢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释迦佛成佛，或者是秽土其他的在秽土示现的佛成就佛道的时候呢，连一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那么正是由于成就佛道以后连一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呢，所以呢一般的众生我们一般的众生都是着相的。那么着相呢，看到佛成就以后一个普普通通的比丘坐着一个茅草上面，这一棵树下面，那么他是不生恭敬、不生好要、不生修学、不生增进道心。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呢，阿弥陀佛他要成就无上的不可思议的清净庄严的大宝莲花座，以做功德，然后呢到第二个谈佛的生业庄严是报生相的庄严。这个呢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报生观里面，或叫真生观里面，我们看描述的非常详细。阿弥陀佛的报生它是高大不可思议、宏大不可思议巍巍如黄金山一样高出整个天地不可计数。那么有报生的高大、报生的微妙、报生的各种摄受众生的功德，见报生的众生得到不可思议的摄受功德，谈佛的生相功德。那么有是报身的功德呢，再谈到口业的功德。那么谈佛口业的功德呢，这里呢我们知道只要依旧呢是谈佛的妙声它的微妙音声。本来呢佛的音声里边具足了各种各样的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闻声能够悟人闻声能够开心开意解菩萨闻佛声呢能够增进道心、增进修学，
能够增进智慧，有佛的音声所本具的所类具的这微妙的功德了，谈佛的不可思议的修学成就。那么第四个谈心业的功德，谈心业的功德，这里呢用了地水火风虚空啊这五种呢来比喻佛的心业的功德。那么其实从我们凡夫众生来说，我们谈佛的心业的功德，我们完全是无从把握的。为什么呢？佛无心啊，佛无心啊，何从谈起佛的心业的功德？但是佛无心呢，他又以一切众生心为心啊。佛无愿呢，以一切众生愿为愿；佛无欲求呢，以一切众生的欲求为欲求。那无为而无不为啊，所以谈佛心的功德，那么谈佛心是空的。正是由于它空的啊，但是呢，它能够感应一切众生的需求，感应一切众生的愿求，感应一切众生念佛的音声，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所以这个谈佛的心业的功德。那么后面呢再谈啊大众的功德。那么从啊这个极乐世界呢啊佛身边的清净海众啊，这一切的从千道往生的人道往生的这些不退转的啊不动的啊不动于大乘道啊不动于大乘道精进修学的菩萨众呢，都是从佛的清净智慧海里边所化身的。从佛的清净智慧海所化身，那么这我们当然是比较难理解。所以呢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他以大智慧方便呢用莲花来表达。莲花呢就是佛的清净智慧海的具体的呈现。那么一切众生呢都是从莲花里边啊，从清净智慧海的莲花里边化身出来，那么具足了佛的一切德能。那么烦恼呢这一切啊习气呢自然就不会现行。谈了大众的功德以后，那自然啊而然呢慢慢的就再进一步到第六个谈上首的功德啊，上首弟子的功德。那谈上首弟子的功德呢，我们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啊等等这些大菩萨，这是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那么这些上首弟子呢，与秽土所秽土的所化现的佛啊，那么他身边的上首弟子啊，那么这些功德上面呢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海伦大师在这里呢特别举了啊释迦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世的时候那些上首弟子啊，比如说啊像这个提婆达多曾经也是上首弟子啊，但是呢由于自身的烦恼习气具足这种过于粗重啊，最后呢甚至呢都与佛作对啊，生生呢堕地狱啊，其他呢也举了一些其他的例子。那么由此呢特别谈到极乐世界上首弟子他们都是得力的护持阿弥陀佛法王的法将啊法臣，能够你看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样的大菩萨，能够完整的把阿弥陀佛的愿力啊、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神通道力啊，能够传播到法界一切众生的心田里边。那么第七个最后呢，你看从座位啊，从莲花座然后到其他的大众到上首，那么第七个呢谈阿弥陀佛的功德主功德。那么谈主功德呢没有直接谈阿弥陀佛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功德，而是从这些天人丈夫众恭敬绕瞻仰啊，从阿弥陀佛身边这些千道往生的人道往生的以及大丈夫众啊，大丈夫众这里所谈的就是大菩萨，他们对阿弥陀佛站一向目恭敬围绕的这种心态，能表现出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最后一个谈阿弥陀佛不需做住持功德，不需做住持。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啊，只要这个一切众生亲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说亲到极乐世界的名字，遇到净土的经典，得到阿弥陀佛这一点点的信息，得到极乐世界这一点点的信息，在他的八十心田里边都有一颗不朽的金刚种子。那么当他因缘成熟以后呢，一切众生都能萌发求生净土的愿心，最终呢都能够圆满成佛。好，这个是谈佛的八种功德。那么谈完佛的八种功德呢，再谈菩萨的四种功德。菩萨的四种功德呢，第一个谈不动应化德，第二个呢是同时变智德，第三无余共赞德，第四便是三宝德。那么不动应化德呢，上一次呢第35次讲座里面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那么他寄送是安乐国清净常转无垢容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那么我们看这首寄颂呢，是谈极乐世界的大菩萨们。极乐世界大菩萨这些在极乐世界修学，极乐世界呢有阿弥陀佛在说法，也有这些大菩萨在说法，也有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化身像这些水鸟树林都在说法，所以呢整个的环境呢都是一个向道的环境，那都是一个清净的环境，都是一个不退转让我们能够保证得解脱的环境。但是呢这些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由于具足了这些功德啊，所以呢他们能够在安住极乐世界的时候报身在极乐世界丝毫不动，但是呢化身呢能够分身千百亿佛刹去度化众生。这是谈不动应化德。那么谈不动应化德呢，也是由于法藏菩萨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看到有佛土的一些小菩萨啊，有小菩萨，由于他们智慧神通道力修学上面的限制呢，没有办法在十方世界去广度众生，广做佛事。虽然说他们有很强的悲心，有很大的愿心，但是由于能力上的限制呢，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他们要度众生的宏大的事业。所以呢他发愿在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成就，他们都能够不动本处，能够遍至十方，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应化，在应化过程中呢依旧能够如实的修学。特别谈到说什么是如实的修学，就是说在度众的过程中如实修学行菩萨道，但是呢度众以后啊心里边没有丝毫的牵挂，那就是我们读金刚经里边的无住生心了，对一切相都不执着。那么度众以后呢马上得放下啊，度众也度一切众生而无一众生可得度者啊，心里连度众的念头都没有。那这样的修学呢是真正的如实的修学，如实相而修啊，如自性而修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随其本性随其佛性而做佛事。那么这些呢是谈这个菩萨啊，这些大菩萨的第一个功德啊，第一个功德。那么第二个我们谈说同时变智德，无垢庄严光一念及一时辅照诸佛会
利益助穷生。从前面的不动应化啊，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们，他们报身安住在极乐世界，化身呢遍满十方无量无数佛刹，去随机覆感去度化众生，甚至呢去示现八相成道成佛啊。所以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众生说法，这完全呢是为了满足众生的需求，满足众生的愿求。这些菩萨呢能够示现各种各样的形象。那这些呢我们在读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了啊，大家都能体会到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报身呢能够安住在极乐世界，能够如如不动，但是化身呢能够遍满十方一切刹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那能够千百亿化身。那么甚至在娑婆世界里边呢都是千百亿化身，那能够去千百亿佛刹，在千百亿佛刹里边再千百亿化身啊，就是说他的化身呢能够成几何倍数的应，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求。这是从空间概念上来说的。那么后面同时变质呢，从时间上面，那从时间上面，我们在上一次谈到说为什么谈到这个要从时间上又特别强调啊，特别强调这些大菩萨的化身呢能够同时啊，同时刹那之间同时能够遍十方一切刹啊，不是说先到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然后呢再从娑婆世界去其他的世界啊，这是有先有后了。那么这些大菩萨呢能够同时刹那之间能够遍十方一切刹，那么第二个功德呢是谈菩萨的这同时应化之德，同时遍至十方刹土之德。那么谭论大师在正文里边谈说是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起成就极乐世界大菩萨的这种庄严清净功德呢，佛本何故起此庄严，借有如来劝书欲供养他方无量诸佛，或欲教化无量众生，此末彼出，先来后白，不能以一念一时放光普照，便至十方世界教化众生，有出没前后相故。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原因了。那么既然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能够具足第一个功德啊，能够不动应化，空间上这些对于他们的障碍他们都能够全部的打破，刹那之间能够到十方一切刹土去，那么第二个呢时间上对他们有没有障碍呢，那这里特别指出时间上对于这些大菩萨呢也没有障碍，那么他们能够同时到十方一切刹去应化度化众生。那么阿弥陀佛见到建立这样的大愿，成就这些大菩萨这样的功德呢，是由于他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说看到有些如来坐下，有些佛坐下的劝书啊，就是佛的这些弟子们法子们想要供养他方无量诸佛啊，想要去他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去赞叹佛啊，去修福修慧，或者想去他方世界去教化无量众生啊，也想去实现各种各样的形象，与众生结善缘结法缘，去成熟众生去利益众生，但是呢由于他们自身的啊自身的功德力的限制，此末彼出，先来后悔啊，这个
他由于自身功德力还不具足啊，不具足能够刹那之间同时遍至一切刹土这样的功德，所以呢他必须呢从这个世界隐没，然后呢在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从或者是从南边啊这个世界他隐没，在北边这个世界出现，那么这样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一念一时放光普照，他没有办法具足这样的德能，没有办法具足这样的神通道理，所以呢他啊他就曲现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要轮流去啊，要轮流去，这样呢就没有办法去放光普照啊，那没有办法去利益众生，同时利益众生，没有办法去普遍的平等的利益众生，没有办法去遍至同时遍至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啊，所以呢他有出没前后相啊，有此出彼没，有这个地方前那个地方后啊，这样的顺序。那这些世界呢啊，这些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些阿弥陀佛在啊他要成就极乐世界大菩萨能够具足同时遍至的功德，如果说是我们去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看到释迦世尊呢也有同时遍至这样的功德。那么从《法华经·如来说量品》里边，我们看到释迦世尊谈到，我们不要以为释迦世尊就是在25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应化成佛的这么一尊佛，那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么一次啊历史记录的一个历史人物性啊形象出现的这样一次应化。那其实从佛从释迦世尊本师他的修学来说，久远劫之前呢他已经成就无上正的证据，已经是一种久远不可思议的古佛再来。那么他在我们这个世界四现八相成道，他在他方无量无边刹土也在四现八相成道成佛。那所以我们有些同学可能读你受完这个菩萨戒以后啊，你诵梵王经啊，千百亿释迦同时在或者是净土或者是秽土啊，甚至都是同名同姓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号经常有重复的，就是他以这样的名号示现在无量无边的刹土，能够同时遍至这一切众生需要的地方，去实现八小乘道，或者说去实现行菩萨道啊，不一定是佛的形象的出现。那么在这些在大乘法里边，你都会看到佛陀的教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最主要的教化的方式是讲经说法的方式啊，因为这是我们谈到啊，这是佛度众生四种度化众生方式里边最重要的度化方式。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在读维摩诘经，行于非道而得佛道啊，佛度化众生，菩萨度化众生，甚至有时候呢先以欲垢迁后令入佛智啊，你都华严经甚至看到啊，这个波须弥陀妓女啊，那个她是以妓女的形象那来度化众生，嗯，让这些有色欲心的众生看到她以后呢想抱她一下，但是抱她一下呢那欲念马上没有了，清净心生起来了啊，行于非道而得佛道。所以说从大乘法里边你都看到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方式是非常非常活泼，那远远不是我们凡夫的眼睛啊，我们凡夫的思维所能够理解的，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但这种度化众生的方式啊，你可能就不一定是一本正经的这样讲经说法啊，那可能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啊一种非常强悍的形式啊，我们看到这些在甚至在我们啊中原地区啊佛菩萨啊佛菩萨各种各样的示现，那有时候是乞丐的形式啊，有时候是见贼菩萨拿着这个烧火供的形式啊啊，有时候呢甚至呢都是现成啊出生道的形式。
都在的不同的业道里面帮助不同的众生，他们在觉悟。所以说这些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它都是同时同时态啊，同时态以千百亿的化身在度化有缘的众生，那么无缘的呢也在帮他们种佛缘啊，种法缘。那么先有这些种子，种子种下去以后呢，渐渐的让他们的缘成熟啊，最终呢都能够让他们得度。我们看后面说，是故信愿，愿我佛土诸大菩萨与一念时清，遍至十方，作种种佛事。是故言，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会，利益诸穷胜。这是有看到啊，阿弥陀佛看到他方国土的这些菩萨、小菩萨们这些能力方面的限制啊，神通道力方面的限制，所以呢，他发愿在他国土的大菩萨都能够啊，都能够在一念一时啊，念头一动，甚至呢都不动念，那、啊、不动念，这个自然而然随顺法性，无作意呀、啊，啊，无作意，能够刹那之间。遍至十方一切刹土，遍至十方做各种各样的佛事。那么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在读华严经时我们也看到啊，像这个你看是释迦世尊有七处九会的在讲述华严经啊，有时候在道立天，在夜摩天啊，在色究竟天啊，然后呢，你看他本身呢是在啊菩提树下，在金刚座上呢如如不动，那化身呢能够到这不同的界处呢去宣说啊宣说华严啊，对这些大菩萨呢讲啊讲述这一切的菩萨修学之法，成就佛道之法啊，这都是这个啊。这样的大菩萨乃至于啊，像这个成佛的啊，这样的佛陀具足的功德。我们在看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边的第二十二愿啊，也谈到了，谈到说他方佛土的这些菩萨众到极乐世界的，那么肯定能够就近必至一生补处啊，肯定能够。得一生补处菩萨，当然其中有些菩萨呢还没有得一生补处位之前呢，他要啊去度化众生啊，他去圣子呢，去秽土呢，去度化众生，那么他至少呢都能够在极乐世界修学啊，能够有弘誓的铠甲啊，有阿弥陀佛的加持呢啊，他能够在浊世里边呢啊不被浊世所污染啊，当然这个都是菩萨的修学有一定的啊一定的资本啊一定的资粮之后呢才能够做到。那么这些菩萨呢啊，随着修学的增进，那、啊、他们都能够游住佛国，那、啊、能够游化十方一切佛的刹土啊，这个这里用一个游啊啊。旅游啊，做游戏啊，啊，这个就说明这个他的自在的身心啊，在啊度众生过程中啊，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菩萨也挺苦的啊，看到要度那么多的众生啊，众生又这么刚强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去考虑啊，说是这个菩萨也很不容易啊，但是从菩萨的角度来说，真的是啊，这。一切的众生呢都是他游戏的对象啊，都是非常自在。那么度众生的过程中呢，游化佛国的过程中呢啊，能够行菩萨行，能够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啊，上供诸佛，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下化众生，那么让这些众生呢能够势力无上正真之道啊，让他们真正认识正确的佛法，
真正找到解脱的道路。在修学过程中呢，超出常人住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啊，这是大菩萨。他们的修学呢，我们知道菩萨道的修学，那谈到这个52个位次的修学，如果靠自力的修学啊，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啊，必须是一级一级往上爬啊，中间是跳不过去。但是呢，在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呢，他的修学不一定是按次第修学啊，中间呢是可以跨越式可以跳跃式的啊，不是按超出常人住地之行，不是按我们正常的所理解的啊所看到的菩萨修学次第，那么中间呢它是很容易跨越的。那么他们现前呢就能修习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啊，所以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么从这些阿弥陀佛在因地的发愿，以及他在果地上所成就的这些大菩萨，这些大菩萨呢所具足的这一切的超出常人住地之行，能够游化十方无量刹土，能够让十方一切众生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借力正知正见，找到成佛之道。那这些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因地上的发愿，那因地上阿弥陀佛的发愿，那么在果地上极乐世界所展现的这一切啊，所展现的这一切，这菩萨们大菩萨们所具足的这一切度众的功德度众的能力来看，那么他这些本愿呢完全都实现了。那么从这个一生补处愿呢啊，再如果说是我们配合在极乐世界啊，这些国中的菩萨能够成佛的神力加持啊，然后呢能够遍至十方刹土去供养诸佛，也谈到那、啊、也谈到这一时之情一顿饭的功夫啊，不能遍至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的不取正觉。你看从修学上面来说，这些大菩萨他能刹那之间能够遍至十方一切刹土，那么从菩萨修学过程中啊，还没有具足自身的能力遍啊刹那之间遍十方刹土，但是呢能够成阿弥陀佛神力本愿的加持，他们呢能够到一切刹土去供佛。那所以这些呢本身你看，如果说按照正常的菩萨道的修学，初地菩萨他可以不动应化，那初地菩萨可以不动应化，报身不动本处，化身呢能够去遍十方一切刹土。到了八地菩萨呢才能够同时遍至，那修学到八地菩萨呢才能够同时在十方无量无数的刹土出现化身啊，那我们看从初地到八地菩萨呢，这中间又是一个一大阿僧祇劫的修学。那这是如果说按正常的菩萨道的修学，但是在极乐世界呢，这大菩萨的修学啊，它会时间上面啊会缩短几何倍数，缩短无量劫又无量劫啊，不用经过一大阿僧祇劫这样的时间，从初地到八地菩萨。啊，这样的果位，而是说从初地到八地菩萨修学过程中呢，时间会缩短很多。那这个过程中呢，当然也是蒙阿弥陀佛他神力本愿的加持啊，能够让这些大菩萨们刹那之间遍至十方一切刹土呢，能够去度化众生。那所以说，最后说是无垢庄严光啊，无垢庄严光，无垢是谈清净的意思啊。谈这些，这里谈清净啊，庄严光，就说这些菩萨的庄严光。那么谈光明所及之处，就是说这些菩萨他度众的范围所及之处，菩萨对众生的关爱所及之处，能够一念一时啊，刹那之间念头一动，甚至呢不动念，能够普照诸佛会，利益诸群生。能够普遍的到他方佛的
佛会上面、法会上面去赞佛、去供佛。赞佛呢是修慧，供佛呢是修福。那么赞佛供佛的同时呢，去利益有缘的众生，利益助穷生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这些在极乐世界修学就有这样大的便利。那这种便利呢，我们看到其实都是由于阿弥陀佛神力本愿的加持啊。如果说不是阿弥陀佛的摄受，那么这些菩萨呢，他这修学呢这个不动应化和同时变质啊，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大功德了，不会这么快的获得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呢，卡勒大师呢有一个问题，说问曰：上章云身不动摇而变质十方，不动而至，岂非是一时一耶？于此若为差别。这个问题说前面一章、前面一首偈颂里边谈身体不动，那它的报身不动本数，而化身呢而变质十方，不动而至，不动而至。那么难道这表达的不是一时意吗？不是同时就到了十方一切刹土吗？那么上一首偈颂呢和这一首偈颂有什么差别呢？答曰：上但言不动而至，或容有前后，此言无前无后，是为差别。亦是承上不动意，若不一时，则是往来；若有往来，则非不动。是故为承上不动意故，须观一时。所以我们看第二首偈颂呢，其实是对前面第一首偈颂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补充。所以前面谈不动本处，化身变至十方。但是呢，不动而至，或容有前后。但是呢，他也许呢是化身呢有前有后，先到这个刹土，再到另外一个刹土。他也许呢不明确的表达了，也许呢他有前有后。那么后面紧接着这首偈颂，此言无前无后，是为差别。那么特别第二首偈颂呢强调同时，同一时态刹那之间。便释放一切刹土，这是和上一首偈颂的差别。那也是承上不动意，也是为了成就上面一首偈颂，那不动本处，那么能够打破空间以及时间上面这一切的障碍，让不动的义理更加的深入，不动的义理呢更加的深广。所以如果说不一时，则是往来。如果说不是同时这意识的话，就有往来就是你从这个，就像我们凡夫这个是没有办法，你离开新加坡到其他地方去，新加坡你这个人就不在了，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然后呢你要必须再回来，你又回到新加坡了这就有往有来。但你要同时的话，你报身不动，当我们有能力的话，你化身啪啪啪啪啪能够分身到这一切刹土去那就非常自在了。如果有往来则非不动就是我们现在由于这个色身的障碍有往来就肯定有动，是一种动向。所以呢是为了承上不动意，虚观一时为了成就上面这个报身不动，所以呢特别呢要强调一时这样的功德。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佛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你要读到后面，说是这个当我们化科见佛也见到这些大菩萨，这些大菩萨或者说阿弥陀佛都会为我们说法，乃至于这水鸟树林都会为我们说法。那么在那样清净的不退转的环境里面修学呢，很快我们凡夫众生呢也都会得无生法忍。那么得了无生法忍以后，
那到了八地菩萨这样的水平呢，那就自在了。所以呢，须臾间刹那之间，能够诚实诸佛，去供养诸佛，去赞叹佛，去闻佛说法，那么也能够亲闻受记，闻十方诸佛受记呀、啊。得受记矣，那么受记以后，我们的三生四智啊，把包括三生都具足了，四智啊，就是我们的智慧啊，智慧也都圆满具足了啊。这个就是那谈四智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唯识家谈我们这个八识转成四智啊，第八识呢转成大圆净智啊，第七识呢转成平等性智，第六识呢转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呢。转成成所这啊，成所作之，这一切的啊，我们的心意识啊，我们有分别，有差别，有思量，有嫉妒啊，这样的心呢，这有分别的心呢，转成清净的智慧，圆满的智慧，平等的智慧。那三生四智都具足了，五眼六通也都具足了啊，五眼六通也都具足了。那么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这一切功德也都成就了。无量百千陀罗尼们，这一切谈这个陀罗尼是谈总持的意思啊。谈总持这个非常重要。那一般谈陀罗尼，什么才有陀罗尼的功德呢？八地菩萨他才有能够摄受总持法门，摄受陀罗尼的功德。就比如说是我们修学，这个修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啊学很多的不同的法门啊，钻很多的经典。那么从我们凡夫的修学这个绕不开啊，其实从佛法的修学来说，知识的累积也非常重要。那么佛法义理知识的累积，对于我们来说，渐渐的我们再去不断的深入啊，不断的浓缩，我们去理解啊，能够把里边的核心的义理能够抓到，这是我们凡夫的修学。但从大菩萨来说，他在教化众生的过程中呢，它可以广可以列啊，这个其实在啊往生论就后面谈的广列相入。就比如说阿弥陀佛度化众生，他对于这些喜欢深广义理的这些众生呢，他能够把佛法无量无尽的义理啊，可以用无数劫的时间去述说啊，比如说就像这法华的义理，华严的义理啊，法华的义理，你如果说是你看释迦世尊要去述说的话，至少都是六十小节，但是呢他能够把它浓缩呢，像一顿饭的功夫把它都讲完了。那这种讲完，当然是讲完不是说是我们亲的人有这样的能力去纳受去理解去接受，而是说他佛他有这样的陀罗尼功德，能够加持在场的在座的所有的这些菩萨们弟子们，能够接受啊，接受这样的大法，能够把这样的心法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入到他们的心里。那么同时呢，他能够把深广的义理再浓缩为一句话，浓缩成一句名号里边，浓缩在一句咒语里边，那这就是陀罗尼的功德。那为什么观音菩萨我们谈观音的心咒啊？谈五百零八名空啊，这都是陀罗尼门。你要把它展开，就是无尽的观音法门，无尽的义理。那么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咒，那阿弥陀佛的心法，你要把它展开啊，净土三经、净土五经啊、大华严经，一切的佛法都是。你要浓缩六个字、四个字。所以说，这些无量百千的陀罗尼门，当我们啊，修学到了八地菩萨这样的水平呢，都能够成就。就是对于这样呢，对于一切的众生，我们在帮助他们觉悟的过程中，叫度众生的过程中呢，就能够度尽一切众生了。那么当这一切功德都具足了啊，然后呢，不为安养，回入娑婆，分身无数遍十方刹。那你看，我们看到这些，其实经典里边也好，只是菩萨所做的这些啊，发愿文里边也好，不断的提到这些，只是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注意而已。不为安养，为不离开，不离开安养，不离开极乐世界，报身在极乐世界如不动，但是呢，化身回入娑婆，分身无数遍十方刹，甚至呢到十方其他的刹土去。
到十方一切刹土去呢，去度化众生，去接引众生，去成熟众生，让众生都能够觉悟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的说，当我们修学啊，在极乐世界的修学啊，到了得无生法忍这样的境界了啊，这一切的大菩萨这些神通道力了，我们都具足了，我们就能够啊，能够变十方刹去度脱一切众生了。啊，这是不动本处，但是呢是同时变质啊。所以这两首偈颂我们看谈的，虽然说它是两首偈颂谈的是不同的功德，但也可以把它作为一首偈颂去看啊，都是看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们他们度化众生的不可思议的殊胜的力量。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功德，叫无余共赞德。千金菩萨的论文是与千玉花衣妙香等供养，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塔伦大师的注文是：佛本何故起此庄严，见有佛土菩萨人天志趣不广，不能遍至十方无穷世界供养诸佛如来大众，或以极土秽浊不敢向意敬香，或以所居清净鄙薄秽土，以如此等种种区分与诸佛如来所不能周遍供养，发起广大善根。好，那么这首偈颂谈无余共赞，那就是说净土世界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到其他的十方世界去供养佛，去赞叹佛。那么在供养赞叹的过程中啊，或者说还有啊蒙佛受记啊、蒙佛说法等等，这个过程中呢没有分别心，那没有分别心，也没有一个遗漏的，那没有一个世界遗漏的，一一的去供养去赞叹。那这里谈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其实也是我们啊凡夫众生的烦恼，以及啊这些烦恼还没有断尽的小菩萨们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有些菩萨，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修学的时候，他看到有些刹土的菩萨呢，这些菩萨或者是人道众生、千道众生，虽然说他们都在修学佛道，他们在行持佛道啊，虽然说也很精进，但是呢志趣不广。志趣不广，就是他们的志向啊，他们的志向以及所去向的啊，所去向的觉悟的啊，觉悟的成果啊，不是很广大啊。所以我们这里就谈，我们看到谈三乘法，谈五乘法啊，谈三乘法，谈五乘法，谈成佛啊，成佛的定义啊，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成佛定义不一样的。那么像这些志趣不广的啊，这些刹土的这些修学者呢，他没有办法，不能遍至十方无穷世界，没有办法去普遍的平等的去十方佛的刹土去供养诸佛如来，以及供养诸佛如来座下这些清净大众，这是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呢，或以极土秽浊不敢向意敬香，这个有些呢是由于自己所居的是秽土，自己学佛以后呢认识到自己所居的呢是五浊恶世啊，自己本身呢又是烦恼具足啊，所以呢心里边很自卑啊，没有信心，不敢啊，不敢向往净土啊，不敢向往净相啊，向意啊，
像向往到达。意呢，就是特别对于这个长辈，我们说是到他前意去请教啊，去尊重他，聆听他的教诲。这个其实我们在和很多同修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净土善根具足的，他亲净土法门产生好要啊。那么随着净土义理的不断深入，文法的不断深入，修学过程中啊，随着念佛，那自己定课所做的数量啊，这些不断的累积，他信心很足啊，觉得自己肯定能够得上净土啊，没有问题。但是有些呢，由于修学法门的不同，他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认识到自身的烦恼，认识到自身所处的整个环境，知道这个是浊世。然后呢，在修学法门的过程中，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这一切必须靠自己去解决，自己要断烦恼，自己呢要修定，自己呢要开发智慧，然后呢自己呢要去向解脱，那转凡成圣啊。然后如果说你对他讲啊，你可以一心一意的心愿具足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他对这个问题呢，由于有很强的要靠自己力量断除眼前烦恼，离开六道轮回，离开三界这种概念，然后呢他对于佛结引，对于净土呢，没办法产生信心。那么信不及呢，从他自身来说呢，有些方面，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是他对于自身力量的迷信迷执。这个其实如果说是我们读特别是印光大师的文抄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印度的开示就是说，很多人对于自身的力量在这个时代还是非常迷信的，觉得自己很强大，自己能够面对这就贪嗔痴慢各种各样的习气，自己能够跟这个整个的娑婆世界能够 fight， 觉得自己能够强过这整个娑婆世界，觉得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处理三界，处理六道轮回。这个是对于自己力量的迷执，对于自己的认识不足。这个时代你看印度其实是毫不客气的说，如果说真正离开了阿弥陀佛的摄受，离开了净土法门，如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想要把自身的习气断尽，想要能够处理脱离六道轮回，能够处理三界，基本上很难有一两个众生有这样的能力。这个不是说是印度要贬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啊，这是作为印度他以他的慧眼啊，他对于我们这些根性，对于我们这些习气，对于我们的烦恼，以及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这个世界整个的走向以及发展，他看得非常清楚。出离六道轮回，出离三界，要成佛的龙树菩萨谈的，就好像是一个人要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要举起来啊，何其容易啊，谈何容易啊，怎么完全想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把一切无始劫以来这些习气能够断尽，非常非常之难。所以说对于自信啊，这种自己力量的迷执和迷信啊，耽误了他们求生净土。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由于对自身的力量太过的薄弱，和自身习气做斗争，和自身习气在拼啊，在打的过程中呢，没有赢过一次。那多少年以来都是常败将军呢，要发愿啊，要多少，每一天要都送多少经啊，要念多少佛啊，要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习气要减少多少啊，然后要发愿要做的要多啊，做多少的善业，做多少敬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各种各样的障碍非常多，外在的障碍，内在的障碍，特别是我们自身烦恼习气的障碍。那么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学佛过程又慢慢的没有自信了，然后你再讲对他讲，就是你只要真正的在这个时代
你只要具足心愿，至诚恳切的心愿发愿求生净土，阿弥陀佛肯定会来接引，肯定会带我们，把我们出离三界，把我们脱离轮回。那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信心的，他觉得怎么可能，我业障这么重，我能力这么差，我烦恼这么重，我怎么可能能够这一刹那间就向意境相，能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清净的畅脱，那是佛的报托，我怎么可能去。所以这就是说心里边太过自卑，然后呢对佛道修学过程中呢对自己看得越来越清楚以后呢完全放弃了啊，破罐子破摔啊，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救了，没有希望啊，这是一种。那么或者说或以所居清净彼薄净土，还有呢阿弥陀佛的因地也看到有些清净刹土的这些菩萨众仙人众，那么因为他们所居的国土呢是非常清净的，所以呢他对于秽土的众生又非常的轻薄啊，厌弃啊，就是我们说有点瞧不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刹土呢是如此的清净，但是呢我们的刹土呢，其他的刹土呢又是如此的不净，如此的污浊，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些秽土生活的众生呢心里边是轻薄的啊，是厌弃的。那么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如此等种种区分与诸佛如来说不能周遍供养，方其他起广大善根。所以你看净土这些有净这些菩萨天人中有净土的问题，那他们对于秽土的众生所产生的这样的分别心，那么对于秽土的众生呢，那问题就更多了啊。有正是有这样的各种差别啊，这些最诸佛如来说那不能周遍供养，就是说在供佛的过程中啊，在供佛的过程中他没有办法去普遍的平等的不遗漏的去供养，也没有办法发起这样广大善根啊，广大善根。这里谈的广大善根啊，就谈的是对于不管是在秽土的啊佛菩萨，还是在净土的佛菩萨，要能够平等的，能够一样具足恭敬心的去供养。那么为什么天亲菩萨和塔留大师呢在这里特别谈到这种现象呢？后面其实还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在有些同学可能读啊《大宝积经》的时候，看到佛的神通第一的弟子呢目犍连，那么他有一次呢在听佛说法的过程中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说这个释迦世尊他的这个法音到底能够传多远啊？然后呢因为他神通第一啊，他就想着他去试试看看这佛的音声他到底能传多远。然后佛在法会上说法，他就向未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飞出了地球，飞出了银河系，一直向外面飞飞飞，以他的神通。那么飞飞飞飞，飞到中间呢，飞不动了，飞不动了，就到了一个叫光明床世界，来中途呢，在那个星球上面来休息。那么这个世界的佛名呢，叫光明王如来。这个世界呢，佛的身相，佛的身高呢是40里。40里是就是什么呢？就是20公里，2万米的高度。2万米的高度，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山是喜马拉雅山，是8848米。那2万米的高度，基本上是3倍于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高度，这是佛的高度。菩萨的高度呢，身高是1万米。那菩萨的身高呢，都超过喜马拉雅山。然后呢，他们用的吃饭的钵呢，高度是500米，我们新加坡最高的高炉是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那个钵啊，有那么高。
那么这个目犍连飞到这个飞累了呢，就啊坐下来休息。休息呢，正好是坐在一个菩萨的钵沿上面。那这个菩萨在那边正那个碗掉啊，钵要端起要吃饭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虫子，这个虫子的长得还是个人的形状。哎，然后再仔细一看，这个虫子身上还披着袈裟。然后这个菩萨就问这个光明王子了，说是哎，这个师宗啊。他的时钟，他说我这个钵上面正有一个人形的比丘啊，但是呢，这是人，这像虫子一样大，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啊、那个，光明王如来就说，哦，这个是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示现的释迦世尊座下神通第一的弟子，啊，这个目犍连尊者。那么从这个。光明毛如来他们这个比较清净的世界，清净世界他们来看就很瞧不上，他说你这个这么小，像个小虫子一样啊！你看你坐在我的钵沿上面啊，他们心里边马上都有分别啊，所以这个秽土的这些比丘，你看都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对光明毛如来说是你不要瞧不起他哦，他神通第一啊。那如果说他要显得高大的话啊，他。都这个高度会超过你，然后他就告诉这个目犍连，他说你可以把你的神通这个时候拿出来可以用一用啊。然后呢，目犍连怎么变啊？神变啊，身形无比高大啊，然后在整个的身形上面呢又出现了千百亿莲花，每个莲花上面呢又有释迦世尊坐在上面说法啊。然后这些时候呢，这些光明床啊如来啊这个世界的这些菩萨呢。这些清净的菩萨呢，才啊升起了恭敬心，哦，所以原来啊，说是在秽土示现的这些比丘呢，他必须是个烈应身啊，要随顺这方的众生呢，所以他必须这样。那么到清净世界呢，他可以变得高大，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目犍连又遇到问题了，但是我现在飞到这里来，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了，说我的老师现在在哪里？我是打了一个妄想，我想听他的声音能传多远呢？但飞到你这里，现在到底有多远？这个光明王就说是你已经飞了，现在已经有99恒河沙佛世界了，啊，已经是99恒河沙佛世界。所以你现在你的老师呢，娑婆世界是靠东方，啊，靠东方。所以你现在说是我现在飞到这么远。但是我现在想飞回去，我飞不回去了怎么办？他说是的，说你是因为你是一直灌注在佛释迦世尊佛的音声里面，所以呢你是借佛的是音声，你飞到这么远，你靠自己的能力你是飞不到这么远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你现在想回去怎么办呢？你对着东方啊，对着娑婆世界这个方位赶紧顶礼赞佛请佛加倍。那么他顶礼赞佛请佛加飞呢，释迦世尊已经听到了，其实释迦世尊正讲经说法了，阿难尊者也听到了，谁这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呢？在赞佛啊，这啊亲情的这么洪亮的。然后释迦世尊就告诉那个阿难尊者说啊目犍连尊者，但是目犍连尊者干嘛了？到哪里去了？听到声音看不到人在哪里啊？所以释迦世尊告诉他啊，等他回来以后你再问他看他干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释迦世尊放光啊，放光以后呢，他的光呢，佛光呢，一下子就照到光明床王如来的世界，那整个光明床世界的这一切呢，都呈现在释迦世尊的法会上面。那这个时候呢，舍利啊，这个目犍连呢，赶紧借着佛光呢，回到了娑婆世界，啊，回到了娑婆世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就你看，这完全就是在不同的世界。那么清净世界这些大菩萨身相很庄严、很高大、很清净啊。那看到秽土世界这些啊，这些小比丘、小菩萨，他们心里边是不生恭敬心的。那正是有这样的原因啊，有这样的原因呢，所以说是故愿言：我成佛时，愿我国土一切菩萨、声闻、千人大众，遍至十方一切诸佛大会。处所与千玉千花千衣千香以巧妙辩词供养赞叹诸佛功德。
那么所以呢，阿弥陀发愿说他成佛的时候，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学的这一切大菩萨们，以及声闻众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千人身份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道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都能够啊，都能够成阿弥陀佛佛力的摄受，刹那之间能够遍十方一切诸佛大会的处所。那么到这些诸佛的大会呢，能够与千玉啊，与千玉就是奏玉，以散千花啊，散花供养，以千衣供养，以千香供养，以巧妙辩词去供养，去赞佛，供养赞叹诸佛如来。那么这些其实在《无量寿经》里边说的也很详细啊。在《阿弥陀经》里边谈到就说，你看那在极乐世界这些啊菩萨众、声闻众以及千人众，那昼夜六时啊，他们能够啊乘着自然而然从空中飘落的这些千衣、千花、千香、千月等等呢，到他方世界去供佛。那么那刹那之间呢，供完毕以后呢，啊，又能够回到极乐世界，啊，回到极乐世界。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其实从我们现在，我们人类，你看我们有时候去我们太阳系里边啊，这几个星系，你看我们，到火星呢，啊，到其他的那一个飞行器都要好几个月了，甚至整年的时间才能飞得到。啊，但是呢，如果说到极乐世界去，啊，太阳系、银河系，乃至于无数其他的银河系，啊，我们刹那之间，啊，都能够都能够同时变质。那我们也从这些啊，从这些菩萨的日常生活，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的日常生活，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极乐世界，我们到底去做什么？所以我们也会。也会看到有些人对于这个极乐世界这些生活情况不了解的，修学情况不了解的，也会谈到啊，极乐世界其实蛮辛苦的呀，啊，怎么早上起来你还要浇花啊，还要去捡树啊，然后呢，你还要去啊，这个去啊，四处去供佛啊，做各种各样的杂物啊。极乐世界，我这花需要浇吗？这树需要修剪吗？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呐、啊，这一切都是我们修道的法器，都是为我们讲经说法的，又提起我们道心，提起我们的正念的，乃至于地上啊，地上水池啊，风吹了以后，都是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烦恼，开显我们的自信光明。那么从这些文字里边啊，这里坦然大师这些文字，以及从无量寿经里边，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啊，以千人的身份往生，以凡夫的身份往生。你看莲花开覆以后，他没有要求啊，没有要求说是你必须要修学到了八地菩萨、十地菩萨，你才能够同时变质，到他方世界去供佛，而是说。这里讲给你看极乐世界啊，这个特别是这里坦然大师注文里边，一切菩萨那、啊、他方的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他能够快速的能够得无生法忍，声闻众的往生那、啊、这本身你看是声闻根性的，但他出离三界以后，我们在前面的偈颂里面看到，出离三界以后他有一个去处啊，阿弥陀佛摄受他们到极乐世界，让他们能够重新发起菩提心，那这是如果说没有这种佛的本愿、慈悲、神通、道力的摄受，声闻根性本来已经定性了。出离三界以后，他再没有再生不起度众的心了。他在他的境界里边，他已经成佛了。但是阿弥陀佛呢，依旧能够让他发起大的菩提心，让他能够再次的能够发愿。能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那还有这些天道众生往生的，人道众生往生的，天道众生、人道众生往生，我们到极乐世界，由于我们业力轻重不同，
莲花的开放时间有长有短，但是莲花开放以后，要莲花开放以后，那莲花开放以后呢，蒙佛摄受，蒙佛加持，蒙佛说法啊，闻这些大菩萨说法，很快啊心开意解，那智慧神通的几何倍数的增长，然后呢蒙佛加持，这些大菩萨的加持，我们也能够跟着这些大菩萨，跟着观音菩萨、大势菩萨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去蒙佛受记。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在极乐世界，从千道众生往生的、人道众生往生的当下莲花开放以后，我们才有这样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受用。并且供佛的过程中，我们以各种各样的供养去供佛，我们同时呢智慧开发，自信光明显现，能够赞叹佛。这个赞佛不容易啊，能够赞佛的功德，你不知道佛的功德，我们怎么去赞叹？赞佛就说明这个智慧基本上是等觉菩萨了，他能够知道佛的功德，知道佛对我们的恩德，他才能够把佛这一切的功德才能够说得出来。如果说智慧没有到达那样的层次的话，你很难说出佛对我们有什么恩德，佛对我们有什么功德了。所以这些呢，你看与我们反复的有事有相有执着有分别的心，我们要赞佛，我们都赞不出来，我们自能念念赞佛记啊。但是如果说当我们自己的智慧开显，我们得无生法忍，我们像等觉菩萨一样的智慧啊，这种赞佛都是微妙的辩词，那妙音千语的辩词，微妙的音声，那这一切的啊，这种赞佛的言辞啊，像竹筒倒豆子的一样啊，不用思考啊，不用思考啊，哗啦哗啦哗啦，自然地流露出来了。好，我们再看后面，说随叹秽土如来大慈千人，不见佛土有杂秽相；随叹净土如来无量庄严，不见净土有清净相。这里谈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看我们啊，或者是千人啊。那么从莲花开放以后呢，我们平等的心性就开始显发了。平等的心性开始显发，这是不容易的。那一般我们谈平等心性的显发呢，都是法身的开发，至少都是地上菩萨。那么从叹秽土如来大慈千人啊，那么平等心性开发以后呢，对于在秽土示现的这些佛菩萨，他能够平等的恭敬，平等的赞叹啊，他以大慈悲心呢，大慈悲心才能够到秽土示现八小乘道，秽土示现成佛了啊。所以释迦世尊，你看他本身就是大悲菩萨，你读《悲华经》里边啊，当时你看这些一千王子啊，发愿要成佛，都不愿来娑婆世界成佛了啊。为什么？众生根性太坚固了，太顽强了，本性太浊恶了，很难很难度化了。唯有释迦世尊发愿要在娑婆世界成佛，甚至呢要在人寿百岁最难度化的时候来成佛。那当时其他的这些啊菩萨们、王子们，当时听了以后，都是那悲戚痛哭啊，悲戚痛哭。为什么呢？被释迦世尊他的悲心所感动，没有这样大慈悲心，他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国土示现。那么当然，千人啊，在这个国土示现，你不能过于的张扬啊，和光同尘。所以你看，释迦世尊，他虽然在王宫里边出世，但是为什么在王宫里边出世又要示现，必须要放弃王位？
那这本身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强的启示，告诉我们当国王不能两生死，当国王不能够处理三界，你只能从法上面去追求，从法上面去超越。那么如果说能够在这一生处理三界，能够在这一生解脱成佛，能够再不轮回，放弃王位在所不惜啊！世间最珍贵的，能够比出离更高贵吗？能够比终止轮回更高贵吗？世间最快乐的，能够比终止轮回更快乐吗？这一生做国王，你可能啊有短暂的快乐，那但是对于轮回解脱都是无益的。下一生有可能这个国王都已经没办法做了，甚至呢人道里边可能都找不到了，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在这个世界，不仅仅要谦有谦德，那低调务实啊，和光同尘。所以你看他视线成出家比丘的形象，让佛陀视线和一般人一样托钵乞食，在人间行走，还要忍啊，忍人所不能忍。当然这些净土的菩萨看在秽土的极乐世界，净土菩萨看到秽土视线的这些佛菩萨有大慈悲心，有谦卑谦德，有忍让不可思议的功德，但是呢不见佛土有杂秽相。那他没有说，没有觉得说你在这个世界视线就认为这个世界染污了你的自信，让你不得自在。他知道在这个世界视线的硬化的这些佛菩萨自信里边，心性里边处处都是净土。所以《维摩诘经》里面我们看到舍利佛当时也动念头，看到其他佛的刹土那么清净，释迦世尊你这个国土为什么这么污浊啊？当时你看释迦世尊用脚趾触地啊，然后眼前整个一切的世界都是清净的世界，在佛的境界里面处处都是净土。为什么？佛的心是清净的。那么随谈净土如来无量庄严，不见佛土有清净相。那么去净土供佛的时候呢，净土的佛菩萨，我们看到前面对于阿弥陀佛的描述，观音菩萨的描述，以及这些上首弟子的描述，清净海众的描述，都是无量无尽的庄严，身相的庄严，身光的庄严，各种维系的庄严。那这些呢，完全都不是我们秽土的佛菩萨、秽土的众生所具有的。但是呢，不见佛土有清净相，啊，因为如果说是执着于清净，就说明还有一个不净，就说明是对立。那么如果说对于在净土啊，在净土这些佛菩萨不见有清净相，就说明他入了一相，没有分别，那处处都是净土。说何以故？以诸法等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若以佛土起优劣心，假是供养如来，非法供养也。是故言与千玉花衣妙香等供养，赞佛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说为什么呢？以诸法等故，那表面净土菩萨呢，这些大菩萨都一尘不染，都清净平等，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所以呢，看一切法都是看它的起性啊，都是平等的。诸如来等啊，诸佛如来所证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所以说，诸佛如来名为等觉啊，这里等觉是等正觉啊，等正觉的缩写，我们看如来的十种名号之一啊，等正觉。如来啊，等正觉。若与佛土起优劣心，假是供养如来，非法供养也。
如果说是与佛陀有优以及有劣啊这样高下的分别心的话，那么这个供养的过程中呢，就不是法供养了啊，这个供养的过程呢，就纯粹的是修福了。那么不是法供养，那供养就是有为的供养，不是无为的供养。供养的是有限的供养，不是无限的供养。那所以我们在读《金刚经》也好啊，说你供养过程中啊，布施过程中要不住相布施，供养过程中要不住相供养，布施要三种起空的布施，供养呢也要三种起空的供养。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没有供养的对象，没有供养的物品，没有一个我供养的我，甚至呢不追求回报。那所以我们很多在供养过程中，总晓得要求点什么东西啊，有所求就不叫法供养了啊，都是有为的供养。那无寿者相，寿者相是涅槃相，啊，求成佛。连求成这个时候供养过程中连求成佛的念头都不要有，供养就是自然而然的供养，无所求，不住相。那么是故言与千玉花衣妙香等供养，那所以说到他方这诸佛的刹土，不管是在净土佛还是在秽土佛，不管针对是净土的菩萨、佛菩萨，还是秽土的佛菩萨，都是平等的啊，以千花、千玉、千衣啊、粉床等妙香等等去供养。供养呢是啊，如法供养，如实相供养，那不求一切回报。那么供养过程中呢，赞叹佛的功德，那没有分别心，那不生秽土或者是净土这样的差别啊，以平等之心去供养。以无所求心去供养，那么这样的供养呢，是真实的供养，是真正的供养。那么其实我们在读啊《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供养。那其实谈到在所有的供养当中，如果说即使是物质的供养，那即使物质的供养，如果说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物质的供养，我们以供养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那么有形的物质的供养呢，也变成法供养。如果说是我们对别人讲经说法，对别人传播啊这个净土法门或者其他大乘那大乘妙法，那么我们有所求，我们有回报啊，有所求有相的去供养，那么也变成有为的啊，这是不是法供养？但如果说我们以我们这一切的供养也是回向求生净土，那也变成法供养。那所以不管任何的供养，就是要看我们最终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什么。那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实践起来也非常容易啊。其实在做一切的供养也好，布施也好，修学的这做各种各样的善业也好，做各种各样的义工也好，诵经也好，礼忏也好，那一切都回向求生净土，那这一切都是法供养，都是无上清净的供养，都是最殊胜的供养。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